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这同一天空的气息，却无法拥抱到你。如果交换的是空身份和姓名，但愿认得你眼睛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识别又怎样？风景，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，却如此难以忘记。将沉默的梦里
Thank you.